台江五交台，今仔日是台戏一日，千万唔通台办贵宾啊！三面墙的出现呢，它改变了台湾很多布袋戏的生态，包含以前在幕后这些操偶师、道具师这些无名英雄，现在大家全部通通都会让他到台前直接走入人群。在以前，三面墙这些做法都被老一辈的布袋戏团认为是大逆不道、离经叛道，那现在变成一个布袋戏的新潮流，因为布袋戏你要能够亲民，才能够让更多人喜欢。是一个相对来讲，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产品，就是把面包、把蔬菜、把肉、酱料加在一起。但是不简单的乐宁汉堡，用任何很真实的东西，把一个很简单的汉堡，用很多不简单的方法把它做出来。创业也是一个工作，但是它跟其他工作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创业是一个100%负责任的工作，你自己的团队集合在一起，所以我对团队是有相当的一个责任。那把我们汉堡做出来，分享给消费者，对消费者也是一个责任。所以就开始去做这些文化的保存，保存到一定的数量之后，我们开设花砖博物馆，对全世界去宣扬台湾的花砖文化。文创的话，它理论上不是一个礼品，那应该是要打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，所以我们就制作100年前的花砖。我们台湾有很漂亮的花砖文化，有一个很强劲的陶瓷工艺，把这两个结合起来，就可以让这个文化跟着这个时代可以再往前走。你准备的越久，爆发力越强，那你可以自己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。团队其实在一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那相对于餐饮更是如此。乐宁绝对不是一个模范生，因为我们拥有的真的不多，但是我们一定是最努力、最用功的那一个。这是一群不是本业的布袋戏人所组成的团队，但是现在正在努力的在国际上为台湾发声。我觉得这就是三昧堂最棒的价值所在。创业，现在开始。